性肿瘤真的会转移吗？数年前查出声带小结，当时没有选择手术，至今年九月底在医院检查出声带恶性肿瘤。我听了原始点医学讲座，接受原始点调理，效果真的很好。去年九月底开始调理，两个月后就经历了恶性肿瘤转移的情况，在左侧脸颊出现溃疡，不断出血，连在牙齿附近牙龈也出血。平时除了按推头部、颈部原始痛点以外，再用蘸姜粉的手指按摩按推，果然45天后溃烂的肿瘤软化了，被我自身的免疫系统吸收了，完全和原来的一样了。按照你的原始点理论，只要是被免疫系统吸收的，这个肿瘤就是不会再有转移扩散了，是吗？但是我最近在右侧咽喉处也发现了肿瘤，按照之前的方法按推几天后也消失了。问题是如果它在我看不到摸不到的地方再长怎么办呀？好，这个问题它虽然是用原始点，但观念还是被西医的一些说法带领着走。很明显他在乎的就是转不转移的问题。好，那恶性肿瘤在西医因为说会转移，让肿瘤会跑来跑去，其实这个在原始点的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肿瘤本身就是果，果不可能会长出脚跑来跑去的，那这个是不可能的。那而且这样也会犯了一个疾病与衰老讲的就是果生果的问题，好像这个果又可以生出相似的果，然后在别的地方发生了，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的。但西医就是这样讲，民众听久了我说有时候谎言讲100遍也会变成真理。那西医不断这样告诉民众之后，民众真的误以为就是原来的肿瘤又伸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在这个原始点里面已经讲很清楚，肿瘤既然是果，那它的因是由什么造成呢？原始点说所有疾病与衰老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也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才是因。那你比如说你刚刚我们就以肺转移骨头好了，肺你转到骨头，不是它肿瘤跑到那里，而是它体伤，一定在上背部有体伤那才会造成肿瘤的问题，还有热能不足。我们说的就好像水沟它不畅通了那才会淤积东西。肿瘤就像这样一积在那里而已，那你只要把它疏通了就好啊。你不疏通了不用热盐温敷了，它不但不会消退，有时候会越积越多是这样来的那你如果在比如说乳癌转移到骨头甚至远处转移到那个臀部那个荐椎这些位置如果都转移，那又作何解释呢？其实理论也是一样，它一定是在荐椎原始点或下背部原始点一定有痛点，也就是一定有体伤才会造成这个异常形态。我们说老或病它都是要有体伤跟热能不足嘛，就像我40几岁本来头发还黑的我太太一得癌病的时候，那我整几个月内头发就变白，那变得那么快，如果我头部没有体伤会吗？不会，没有因就不可能有果。那我是因为压力，然后再加上我的头部有体伤，那
压力是缘，那体相是因，那因缘具足，果就会现前，所以才会长出白头发。这个道理是原始点不断在重复着，所以他如果说原来的地方他懂得去把大开关先解决。我说，如果你大开关不解决，哎，他常常右边好了，你去处理患处，患处体伤，然后温敷患处，虽然他也会消，但总体的你大开关没有解决，他在大开关影响的范围，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硬结肿块出来，甚至肿瘤出来。那也就是我们原始点一直强调，在处理上，一定要先按推大开关，大开关按推完后，如果没有解决，再来加强小开关，还有加强热源，这样就对了。那你如果说担心它以后会不会长出来，简单讲，原始点它可以治胃病，那它也可以诊断它会不会再长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在大开关里面按有没有痛点，如果有，那你就要小心，有可能已经体伤都在，那只要缘在具足，它就有可能再生，所以你先把这个体伤先解决了就好。简单的讲，你会长肿瘤一定有痛点，那这个压痛点在大开关一开始就一定会出现，所以我常常在处理那么多肿瘤，我说包括我们举的肺癌，刚刚讲的还有乳癌，它在上背部大开关都一定有痛点，那这个不先解决了，你去处理局部的小开关，那虽然也局部也有改善，但我说的大开关没有解决，它影响的范围都有可能在长出这个肿瘤出来，那就是西医讲的转移了。事实上肿瘤是不会转移的，一定是有因才会有果嘛。那如果肿瘤会转移，那就是果生果了，肿瘤长出脚来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有因才会产生果，这才合乎我们一般认识的因缘果的道理。所以这个患者应该在观念上如果能听懂，他应该不会害怕，就是先把体伤解决，然后该温敷的温敷，那平常调理方式就是照我们重病处理的，还要配合心情、运动、充分休息，然后日常要加强内外热源。那如果体伤平常就要按按看有没有体伤，如果有就把它解决，那这样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也不会再被西医这些观念所左右，然后每天都担心东担心西的，这个是没必要的。好，我补充说明到这里。